是这儿吧。 这么大房子，委托人居然放弃让我自己来拍房型。 你好，有人吗？我是 Ren Xing， 是房屋委托人，我来拍房屋状况的。没电。 叶檀，不是那个明星吗？谁？ 反正这么暗，房屋状况也拍不了了，明天再来吧。 Thank you.
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是温居房产中介公司的房产经纪人任性，今天是来查看房屋状况的。我没事。啊，请问您是业主吗？是。竟然做到明星的业务了。啊，好，那我不打扰您了，我明天白天再来录制房屋情况。这是你刚才撞的吗？啊，不是，不是。哦，那你小心点，我走了。怎么这么痒？信号啊，叶檀已经死了，那刚刚的。是人是鬼？你别害怕，刚才那个可怕的东西不是我。哎，你别过来，我看到新闻，你已经自杀了。我不是自杀，是恶鬼，是这个房子里的那个可怕的恶鬼，他杀了我。不，我亲眼看到你变成那个，求你放了我吧。我说了，伤害你的是恶鬼，他有强大的力量，会变成我的脸，把我困在这出不去。你知道我今天看见你，我有多激动吗？我以为终于有人能救我出去，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你证明，让你相信。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
你没事吧？对不起，我本来以为恶鬼是你。哦，对了，我找到了这个，这房子里真的是……都怪我，以前为了事业运养小鬼，结果现在被他反噬，我自作自受，结果害你。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他只会越来越强大，我们只能……你怎么了？没事。我好像找到了方法。什么？但是我需要你告诉我，这些……
不！这个也没养花啊，怎么还有土？
开始录了，能不能再近一点？哎，别太侧。OK。麻将，东南西北是方位，这些摆件金水火，东南西北，等等，不好！这什么？啊！我靠！别怕，是我。对不起，我没法帮你。我
你还好吗？这不是你放的吗？养小鬼的法器。你唱歌真的很好听。哪有？之前我还以为你怕得要命，没想到你竟然找到了对付恶鬼的办法。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，明明很害怕，但又好像下意识的去思考判断，就像是一种很熟悉的状态。我不知道，我脑子里很乱。我已经快要疯了。我不知道到底能不能。我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？没错，针孔摄像头。陈飞，委托人陈飞。原来他是夜谭的经纪人啊。我跟你说过很多遍，让你小心一点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他跟秦石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有什么资格管我？你只是我的经纪人，不是我妈。
你做好你的本职工作了吗？我要求的条件，你凭什么随便跟他们妥协？你的工作是帮我争取话语权，我要他去，就必须是他去。我有什么脸去跟别人提？你知不知道，我现在已经快被你逼疯掉了。怎么来这么迟啊？还不是因为叶大小姐吗？她一个心血来潮，我简直跑断了腿。那就让我来好好的安慰安慰你。在家里，你就不怕被叶檀发现吗？你不就喜欢这样吗？这样才刺激。这样也好，万一哪天被他发现的话，我也就不用伺候他了。你舍得离开你的摇钱树吗？这不还有你吗？叶檀又没有家人，万一哪天他真的出事了，遗产不就是你的吗？陈女士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房子里有鬼。我被关在这儿出不去了，你不对
房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陈飞也是恶鬼杀的？嗯？为什么封上？他来了，他又来了。你冷静点，根本就没有人。你快过来，他肯定又从窗户爬进来了。嗯，开始录了，能不能再近一点？哎，别太侧。嗯 ，OK。没事，出来吧。叶子姐姐，帮我拿下润肤乳，在那边。好，好的，好的，姐姐。那个叶子姐姐，你介意我录个视频吗？你每次跟我说话，让我帮你拿东西，我都太想记录下来，我每天都要看。可以啊。叶子姐姐，姐姐笑一个。啊！你为什么？啊！他怎么也死了？
这个
竟然看着我跑了，朱砂，是吗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动不了？恶鬼还没消失，别担心，他现在已经很虚弱了，已经威胁不到我了。果然他是王小丽。你紧张什么？谢谢你帮我找到了最后一件法器。
是吗？这是最后一个法器。嗯，你应该问我怎么知道这是最后一个法器的。啊！你到底是谁？我是叶檀啊。世界上唯一的叶檀。不，你是汪小丽，你为什么要装作叶檀？本来就该是我成为要演的叶檀。从大学到现在，他明明什么都不如我，可凭什么他能被经纪公司选中出道，成为女明星，而我只能当伴舞，永远站在他的背后？凭什么？他已经要什么有什么了，可他还是不满意，就要拆迁我，就爱折磨我。你知道我有多喜欢背后这个故事吗？那女主角根本轮不到我，他们只想看叶檀。那天他突然找到我，让我代替他去演第三轮的女主。我以为他发善心给我机会，我以为我的好运气就要来了，我满怀希望的上了场，可结果呢？我在侧目亲耳听到工作人员说，他们说叶檀早就怀疑高空舞台装置有风险，他怕自己受伤，所以才让我顶替。那你为什么还要继续？这场演出如果成功的话，我就不用再站在他的背后了。这是我唯一的机会，我只能赌一次。我想着舞台装置已经换过了，不会有事的。对，没错，我赌输了，我死了，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叶檀。所以你杀了他？念在同学一场，我没让他死得太痛苦，可他的经纪人和那个私生粉就不一样了，也多亏了你，我才能解决掉那两个阴魂不散的。你杀了这么多人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说了啊，我想成为叶檀，我想成为耀眼的女明星叶檀啊。换魂重生，那个恶鬼，那些鬼神是叶檀，难怪他都已经死了，可还要折磨我。但是没关系，他现在已经很虚弱了，这一切马上就要结束了。所有人都知道叶檀死了，你怎么可能以他的身份继续复活呢？你是说那条只有你能看见的新闻吗？没有人知道叶檀已经死了。谢谢你帮我找到了最后一个法器，我终于可以完成最后的仪式了。
什么意思？难道那些不是夜谭招运养小鬼的法器？那养小鬼，他连对付想害他的对家都来不及，所以才研究那些正鬼辟邪，搞了那些书籍和法器。这个臭女人，害我差点又栽在她的手上。所以，那些法器都是用来镇住你的？她总爱搞这些小恩小惠，甚至她对着镜头说她要把她的荣誉送给我。她立她的人设，而我对这些虚情假意却还要感恩戴德。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能不能放了我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？因为我恨你呀。你怎么能忘记呢，任性。嗯，你作为那场演出的现场救援人员，眼睁睁看我掉下高台摔死，袖手旁观。不可能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从来没做过救援。你从来没有做过的，是房产中介。你所记得的一切都是假的。哼，你和叶檀一样，你们都一样，都看不起我，把我当做一个无足轻重的人。如果那天掉下去的是叶檀，你还会这样吗？我怎么可能？我最后一件法器，谢谢你帮我找到了。我就要成为真正的夜谭了。别怕，我会帮你结束你的痛苦。啊！快走。夜谭。在想办法出去之前，绝不能让他拿到，否则他肯定会杀了我。
拿来吧，我不会让你太痛苦的。但如果你还想跑，看看吧，看完也许你会改变想法。不可能，假的，全都是假的，你还想骗我？这就是叶未谈的日记，是你，别再骗你自己了。你很聪明，但没用了。刚刚为什么会？怎么会在这儿？这是我。我琪琪来了，我想救他，我是想救他的，就差一点，我没抓住他，我也摔下去了，所以，我死了，我早就已经死了。这不可能啊！我原来这才是最后一个法器啊，小丽，我把送你的奖杯从你家拿回来了，你不会怪我吧？如果你怪我。你就来找我好不好？我很想你，在我心里，这是我们一起创作的荣誉。现在你不在了，我看着他，就感觉你还在我身边。小丽，对不起，都怪我。
不是背后，是身旁。我竟然全忘了。终于结束了。报道上说，牵连受重伤的植物人是我。我没死，我还活着。那刚刚那些是梦吗？应该是梦吧。好好活着。你好，夜檀。那天我没有见死不救。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夜檀，全世界唯一的夜檀。我再也不用站在谁的背后了。不，等等，等等，等等！阿雪，阿雪，医生，你救救他！怪你任性。夜檀，你竟然，我一直在恨你，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啊？去吧，去做夜檀，去成为你想成为的我，过你想过的生活。活下去的应该是你，我欠你的，下辈子再还给你。小丽，小丽，小丽。这是哪儿？医院。
植物人？哦，报道上说牵连受重伤的植物人是我。我没死，我还活着。那刚刚那些是梦吗？应该是梦吧。嗯，叶檀，你，我刚回来，就想着来看看你。你也醒了，真好。我们都回来了，总算，一切总算都结束了。只是小丽，啊，我以后会粉你的。嗯，我很佩服你，在经历了背叛之后，还有勇气选择相信别人，这叫真正的英雄主义，好像是吧？你才是英雄，你为了救小丽，竟然跳了下去，我在台下简直吓了一跳。啊，那张照片。是你拍的，不过英雄最好的结局是牺牲啊，所以我要做胆小鬼，因为我终于明白了，这世上没有人可以相信。我怎么会又回到这儿了？我死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轮到你了。既然如此。委托您受访，麻烦上门详聊，多谢。